婚，我要我金花，把我记得咱双手，家的面家厝啊。是安尼啊，金花，你咱这无礼貌啊！我上时啊，我是安怎甲你讲？你人才怎样来用的？你来用这手抓条的？什么？靠礼貌就好，你不是讲过，查囡仔那面出嫁，面容是袂用你随便乱看到。我是遵照你的礼数在咧去哦，今摆是今摆，今摆无同款，往日来到。